夜不停地学习拳术和修炼。拳术的技巧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学会了，教他们的是新的流开带式步。修炼是使各师兄羡慕嫉妒，你瞧瞧，刘开好像非常有干劲啊。啊，渐渐的，我们去教的次数也减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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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今天运气运得够了，而且不只是声音而已，力气要由手腕集中到拳头。现在让你们看看我的示范。上面的气功都让我的头发飘动了。你们看清楚了吗？这就是运气。来。运气的要点一定要有肌肉的紧缩，好好的做。却偏想要模仿，才会那样的结果的。傻瓜。那么说来，现在的力气或许要有所斟酌之后，哎，我们再来试一试好了。哎，你不要捉弄人呐！哎呦，他的声音好大哦！对不起啊，哎，你不要紧吧？有没有受伤？谢谢你啊，我叫做吉米，这只小猴子啊叫做悟空，我叫做羊，你叫羊啊？嘿嘿，好美的名字啊，就像野菊一样，哀灵而气质高哎。我叫金刚，是大林寺啊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哎，怎么样，很重吧？我来帮你拿好不好啊？没关系，我已经拿习惯了。吉米，谢谢你了，再见。哦，不，没关系。怎么摔了？羊，你没关系吧？他好像发烧了。休息一下比较好。哎，我没事，你不要勉强嘛。不行，无论如何这篮青菜一定要卖完的。
来哦，来来来来来，请大家快点过来，新鲜的青菜又便宜又好哎，来买啊，来买青菜，各位请来买青菜，又好吃又新鲜的大青菜，好哎。老婆婆，来还买萝卜啊？哦，你要这个白萝卜是不是？给你。好好好，给我吧，给我吧，再给我吧。哎，杨，哎，给你治病好不好？哎，治病啊，要吃我的药才行啊，我行啊。哎、你那是什么药吗？我的才算药啊，我的才算呢。哎呀，不用了啦，经理他已经买药给我吃了，谢谢你们。嗯，志敏这小子很意外哎。大家都色眯眯的，真是。好了，你们送我到这里就行了。あとは俺に任せて。帰った、帰った。好啦，各位，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了。送他回家的事是我的事情啦。你说什么？你要送他回家，那我们做什么？这是我的事。你少啰嗦。你想逗吗？讨厌！笨蛋，我才是适合你们的彩霞花呢。好家伙，吉米这小子。真要谢谢你，平常我到现在还没卖完呢，那全靠悟空的帮忙了。我家就在那边嘞，那我送你进家门。不用了，到这里就可以。哦，那谢谢。做人不能太没分寸，对不对啊？再见了。好吧，悟空，我们回家了。不要碰我的孙女儿啊！爷爷，爷爷，好了，你放心好了，咱们不会动粗的。哎，杨姑娘，你们怎么敢对我爷爷这样？相当的有骨气啊！我把我今天赚到的钱都给你，这里就是全部了。嗯，哎，这还不够吗？啊，那利息就是这些的十倍了。十倍？你违背了诺言。不要说无理的话哦，这样的话我就带杨姑娘到我家去了。哎呀，比起这脏的小房屋啊，跟我来会有更好的生活的啊！我不要！哎呀，不要说这种话了，走了，走了！不要！哎，走了！你做什么？放手！嗯，这你是？经理，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把那个钱拿回去好了，以后不要来了。那可不行啊！有骨气，干得好！嘿嘿，小家伙干得好啊。要打架的话就到外面去。第一次看到这种，好吧，新功必胜。就这几招啊！我的手都麻了，动不了了。好受吧？这个坏蛋对我动了些什么手脚呢？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李柴公的穴道。看到了吧，烈士拳。
刚才好受吧，啊，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还会再来的啊，没钱的话呢也不错啊，杨姑娘。金米，可恶。是穴道啊，那你我很懊恼，可是手脚动不了啊。手工好厉害的家伙，裂指拳。杨姑娘好可怜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害到了你，那我们那么向汪洋借钱，我真是个笨蛋呐。有嘞，人体穴道图。在哪里？你看啊。哦，有好多哦。所有的穴道啊，跟身体全部的部位都有密切的关系，有手脚的动作会传达到内脏的功用，算起来真是算不清。哎，那我们现在有了这张图，要怎么做才能制服裂指拳呢？大概是金钟体吧。金钟体。就是那个，各位师兄，今天晚上杨就拜托你们了，走。金米，有了金钟体，我就能够战胜裂指拳了。可恶，什么鬼裂指拳吗？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情况好像不太妙。是谁呀？是谁？是你，悟空！慢着，你别跑，你敢来吓我啊！你别跑，别跑！讨厌了！哎呀，这个漫不经心的家伙，可是金米这家伙打算干什么呢？肌肉就会紧缩，而且就不会感觉到痛了。变化吧，任务果然没有办法完成呢。蓝琪啊，你稍微看守一下。为什么叫我做这种事嘛？真是。金米马上就会回来的，这里就拜托你了。哎，你们等一下嘛，等一下。偶尔也是有用的，你就伸伸背吧。我们走了。哇，为什么说的那么离谱呢？我还是讨厌可爱的女孩子。不要！
哎呀，让开！哦，哎哎，这不行啊，你不要来。嗯，你是昨天小鬼的伴侣是不是？哎，不是，可是你让路。让开，否则绝不原谅。哎呀！啊！啊！这让我非常的生气啊！你看看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太可恶了！发生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生气啊？啊，真了不起啊！悟空啊，你去通知吉米吧。这和刘开在教我们的时候一样嘛。不这么做是不行的，是吧？呀呀！差了一点呢，金米。不行，难道说？悟空，那些家伙来了。老周师兄，我麻烦你先去通知刘开先生，好不好？好。虽然我练得不完全，可是我不得不去。羊，你一定要等着我。啊，不要！不行！你完全弄错人了啦，真是啊！羊，吉米，又是那个小家伙。练气，我要运气就可以成金钟罩。哎呀！不能抓了啊！我还可以动，还可以动啊！果然训练过啊，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破裂指拳的。什么？裂指双破拳！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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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米，这家伙已经不行了。不，吉米他一定会胜的。他一定会赢的，为了保护我，你一定要赢。哪里来的小混混啊？看这一边。嗯，保护这姑娘，那保护给我看看啊！过来。不要！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保护吧，羊哭了啊！怎么会这样呢？羊，嘿嘿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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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家伙竟然有这种的武功！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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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指，手指！
慢着啊，原谅我，借的钱我不要了，拜托拜托，我绝不会再来了啊，救命啊！你们看到没有？看到现在吉米的运气？所谓真的运气，并不是由技术所产生的，而是由心理所产生的。你现在可以放心了耶！吉米，谢谢，吉米，谢谢你。真是感谢你们呐、啊！想起来你们经常的帮助我们，那个大林寺更是经常帮我们不少忙啊！别这么说了，这是行善修道嘛。各位，为你们准备的馒头，请你们大家来休息一下。呀，来了，进来到了。打破的金米，これから先一体どんな手ごわい敵が金米たちを待ち受け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金米たちの厳しい修行はまだまだ続きます。絶対あるもんか。僕大臨時の無実を証明するために戦う。